好，再来看就关心这个台股最来哦，真的是平创新高。那么分析师王博文呢就建议选股方面，像是半导体相关类股的营运表现稳健，应该以下半年能见度较佳为前提，可以选择是像是呢逢低布局。那么此外，食品股、机电股跟替指数撑场的金融全指股，好，大家可以多关注了。来看就是认识。